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中環財經連線。今日咧有阿 Kenny 温傑喺度嘅，早晨啊，温早晨，大家好。喂，今日我哋咧就即係應該要派啲聖誕禮物俾觀眾喎，有冇預備啲？你次次都考我啲，總會諗到嘅。我哋成個鐘頭嘅時間，我俾幾分鐘時間你嚇，你要好好預備我哋份聖誕禮物好唔好啊？嗱，個市咧其實真係好鬼衰㗎啦。嗱，琴晚咧個美股咪好刺激嘅，開市之前咧個道指期貨咧，哇跌成800點，好驚啊，佢驚啦，係咪啊？個歐洲股市都散曬，咁啊因為咩咧？因為變種啊嘛，因為驚啲疫苗因為病毒嘅變種，咁啊話嗰個傳染性咧就高70%。係，咁點不知唔知點解去到美股咧又唔驚嘅喎，竟然喺啲銀行股收復失地，咁啊道指咧更加可以倒升收市，嗱個港股咧就跟衰就唔跟升嘅。唔算好衰㗎啦，其實即係我而家見到都係跌50多點，咁其實唔算好多啦。咁所以我可以解釋得到嘅。當然啦，其實最近嚟講個市底係港股咧係強嘅，而美股咧都係講緊咧個新紓困嘅措施咧，基本上咧兩黨係達到共識。咁啊，如果好快之下咧，可能未來一兩個禮拜咧有錢派㗎啦喎。咁所以咧，暫時嚟計都係英國方面出現變種啫。這個變種喺歐洲啊、澳洲比較多啲。咁所以我應該咁講啦，我唔係唱淡個市，只不過咧就係、市場氣氛好嘅時間咧，大家打開報紙、攞開電視咧，都知好多好消息㗎啦。咁大家唔需要一啲股市啦啦隊啦，唯獨先提一提啲潛在風險。潛在風險就係如果喺英國嘅一個變種係伸延到或者傳播去到美國嘅話咧，個影響性咧就大好多啦。呢樣嘢第一對市場氣氛有影響啦，第二過去呢兩個月嘅炒就係炒緊經濟復甦、盈利嘅改善，咁呢樣嘢咧有機會係受到衝擊，咁所以一定要睇住咧呢個係疫情嘅發展啦，因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諗住我哋終於有疫苗啦，結果有疫苗之下，佢又變種喎，多啲啲啲，係咁啊令到大家咧即係有啲擔心，但係總體上啦，我開心係咩咧？之前都同大家講過，我哋估計咧恆生指數咧大概26,000至27,000咧。就即係今年就結咗佢㗎啦。大升咧難嘅，因為好多利好消息咧都叫做係已經反映咗咁。就算你而家都話係共和黨嘅大佬啦，都話係確認咗拜登勝選，而個所謂嘅係紓困措施咧都有望出台，但係大致上都反映得7,700-8,800㗎啦。咁但係跌咧又唔係好跌到，咁所以我哋維持翻個判斷啦，大概26,000至27,000。咁但係啊，我都要講到明就係，雖然個市咧就好似冇乜方向，升下跌下，但係咧。股即係個別股票裏邊咧，威力精彩啊！特別係呢兩日啲半身股，頭先我哋即係節目之前咧都撳下機，哇！真係我要承認嘅，有啲真係我估不到。咁你逐隻講啦，我哋就講咗話呢兩日個交投非常之活躍，喂佢勁過騰訊喎、直情。啊，京東健康上到180蚊喎，嗱，而家佢咧就快速納入啲即係好多隻嘅指數啦，又入埋北水又剩咁樣啦。咁咧，但係其實咧，我哋之前喺佢上市嘅時候咧，都攏過去本招股書啦。係，冇錯。其實佢各項指數咧嚇，各項嘅指標嘅 ratio 啊，或者毛利率啊等等咧，或者嗰個 client base 啊，其實即係241咧都仲強啲。其他好多 ratio 咧都係好接近嘅。咁但係而家佢升勢咧，佢而家俾嘅招股價咧升咗1倍㗎咯喎。冇錯。條數點計嘅咧？呢個真係考氣，因為我都要承認我哋成日做節目嘅話咧，所有嘅言論咧，大家睇得翻都冇得隱瞞。咁由之前嚟計啦，應該用兩個角度去睇。我對京東健康係睇好嘅，主要原因咧就係就算佢嘅即係 client base 咧係比較少啲，但你見佢收入同盈利係高過咧呢個係所謂嘅阿里健康，即係乜嘢？我哋講一個咧係人客或者人數咧轉換你收入嘅比率咧，即係轉換率咧，其實咧京東健康係高好多，即係可能你喺阿里健康係有好多客啊，但係唔係好買嘢嘅，但係咧，你去上得京東咧嘅大藥房咧，就真係買嘢喎。咁呢個轉換率咧，其實更加重要。咁亦都坦白講啦，阿里健康咧係啱啱呢半年呢個季度咧，先由轉虧為盈啦。但係京東健康，你撇除一啲即係障礙一啲嘅事務嘅話咧，基本上季季都賺錢。咁所以我係睇好佢嘅。但係我當初都話升30%或到咁上下就差唔多㗎啦。但係就真係估唔到，唔係30%，以70.58到而家今朝高位180嚟計咧，就的而且確咧係。係超出我預期嘅，咁呢個要承認嘅，真係咁啊，應該開心嘅大家。即係如果當然啦，你話我即係資金係要做一個輪動嘅，咁我頭幾日沽咗，其實都唔少㗎啦，賺得。咁你喺其他嘅部分再賺翻都係好嘅。當然你話唔係喎，一路坐到而家，咁更加開心啦。咁所以點都好，我諗近排
一啲半身股，包括京東健康啊、WeSync 啊等等咧，都係令到大家係幾開心啊。唯獨是隻藍月亮係可能大家覺得爭少少，但係呢兩日都上緊嘅咯。唔好講其他住，我講翻隻京東健康先。嗱，我呢挺人咧就抽中咗一手啦。咁但係咧好似第一日啊，唔係我暗盤估咗，係九十幾蚊，以為自己好叻啦。我都會覺得你好叻㗎。而家就咁點先？我買翻先。我嗱，應該咁講啦，我就一定唔會買㗎啦，因為我係偏向保守嘅。咁我每個策略師啦，或者每個分析員咧，都有佢哋嘅特點啦。咁我諗亦都係呢啲節目嘅可取之處，就係喺一個禮拜裏邊有唔同嘅嘉賓，大家可以集國家之長。我係比較保守啲，我成日都覺得有咁多隻股票，個股市日日都開，咁你總有大把機會㗎。升咗咧，我就唔會買㗎啦。亦都估值上咧都唔係平㗎啦。亦都我哋見到咧喺前排嚟計啊，如果大家細心睇咧，係有啲影子股嘅效應，就係連帶隻阿里健康咧都係抽高咧，蘋果考醫生咧就唔好理啦，因為蘋果考醫生咧喺過去之前半年咧管理層有啲變動啦，亦都到而家為止咧都係有一個虧損啦，而佢嘅業務咧同阿里健康同京東健康咧都係有唔同嘅，咁所以明顯地咧係京東上市咧係帶好咗隻阿里健康，但係咧蘋果考醫生咧就冇受惠，反而咧啲資金就緩慢添，但係去到近呢兩日嘅話咧，我又見到係零零舍舍隻京東嚟可能衝勁入指數啦，係進一步做好，連隻阿里咧都唔係好跟到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息怒要小心，不是大家對整個板塊都是看得那麼好，而是對京東健康是有個入指數啊，而買了貨的不肯沽，亦都見到其他繼續追入的話就推升了股價，所以買就不買了，如果你又有貨還有的當然恭喜你了，應該很開心了，那你就我們叫其中一招，即我通常有三招，其中一招就是讓利潤滾存的，即由最高位計即180元它不由高位跌回可能 10% 的話你都繼續持有，跟住佢一路升咧，你就推高個止賺價。咁舉個例有啲咩好處呢？成功嘅例子，譬如舉個例，我哋喺呢個係981啦，12蚊買入，跟住最高咧升到44，單日回翻40咧，坦白講我哋估唔到嘅。我哋最後估到咧就36蚊，都揸住大概兩倍幾嘅利潤。坦白講，如果冇呢個嘅讓利潤滾存嘅話咧，12蚊買入。18蚊走咗啦，咁就係呢個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壓力減低啲。早知佢一日唔回落嚟，個走勢未轉差咧，都揸住佢，不斷升就不斷推高止賺價。咁呢樣嘢咧就可以令你咧係揸得舒服，而盡量賺多啲。咁呢個就係只能夠就係遠超我預期之下嘅一個京東健康嘅部署啦。係啊，有啲新 channel 嘅觀眾叫我唔好追喎。哇，琴日咧啲人就真係追啊！嗰個成交咧，佢僅次於首日上市啫。琴日個成交非常之恐怖。咁嗱，今日咧又再破頂啦。佢而家咧。阿里健康市值是3500億啦，咁就6618嘅市值已經去到5300多億啦，所以其實咧佢唔單止入咗啲國指啊、咩科指啊嗰啲啦，係佢即係分分鐘入埋恆指添啊，即係所以係嘛，即係5000多億市值。絕對係，因為你睇翻咁嘅市值、咁嘅交投嘅話咧，係時間性問題㗎啦。因為即係調翻轉咁講，如果恆生指數係代表香港嘅股市，而一隻5300億嘅公司都唔喺裏邊嘅話，咁恆生指數嘅代表性又係啲乜嘢咧？所以係佢一定佢係。將來一定會入㗎啦，咁但係呢樣嘢就將來先啦。但係呢刻嚟講咧，就係要睇下佢。但係我見到咧，今朝做嘅180蚊咧，都開始縮翻落嚟，咁所以開始要小心翻啲。咁亦當然啦，你可以理解為正常嘅。咁我揸咗我都想沽啦，但係咧要睇下係咪真係180蚊附近咧遇到初步嘅阻力。但係我自己判斷嘅話咧，都係擺翻大概10%，即係唔穿162嘅話咧，我都揸實佢。咁啊，唔係咁容易俾佢震走，亦都可以咧保存到我嘅利潤，就避免咧佢真係有咩冬瓜豆腐跌翻落嚟嘅時間咧，我嘅利潤咧就大幅度收窄啦。係啊，其實咧講到入恆指咧，佢5000多億市值啊，其實咧佢都要排一排隊嘅。佢阿媽咧其實已經有即係9000億市值嘅樓上啦嚇。咁啊當然而家即係就比較殘咗啦。我哋睇下，哎呀呢、這個睇下先啊，9618啦。今朝早升翻未啊？唉、都係咁。OK 啦。即係50天線咧，一路都上唔翻咯。係唔係我係藍色條10天線嚟嘅喎。應該又咁講，咁又唔怪得佢嘅。咁第一個市場焦點就係擺咗喺呢個係京東 BB 度啦。第二，你而家大嗰幾隻嘅話咧，始終內地嘅法規係有啲收窄啦。咁任何嘅平台經濟啊、反壟斷指南啊等等咧，包括阿里都俾人罰款。咁所以呢幾隻嚟講咧，喺上面嚟計係立咗少少㗎啦。呢個我諗暫時嚟計咧，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是、京東啦、阿里啦等等嘅股份咧，好難大幅嘅反彈，除非喺個叫做反壟斷指南裏邊咧，真係明確化，而大家消化咗呢個消息。如果唔係嘅話咧，始終都係有把刀咧擺喺你頭上面嘅話咧，佢好難大升啦。係好啊，嗱，我哋睇下先，呢個點樣？呢個呢格係咩嚟嘅咧？
咦？點解突咗一嚿嘢出嚟嘅？誒、哎，我都好少用呢、這個啊！我學習當中㗎。佢係拉唔喐嘅喎。呢、這個誒、哎，我都未試過用。係咪咁啊？哦，係得啦，好嗱，解決咗呢件事。嗱，我都知道咧，即係ATMJX 咧，就好多人都問㗎啦。但係咧，即係唔問都唔得㗎嘛。梗係啦，梗係啦。琴日咧，見到有啲新聞咧，就係話呢一個微騰訊啊，佢旗下咧嗰個微粒貸咧，就個貸款額度啊降低啦，由30萬變咗20萬啦。另外咧，講到螞蟻咧，都率先將旗下嘅一啲線上嘅存款產品咧，就落咗架。係啊，咁其實咧都向呢個監管機構釋出善意啦，會唔會話監管機構聖誕又就嚟新年啦，會唔會算啦，放你一馬？會唔會有機會係咁樣而令到即係佢哋嚟緊嗰啲業務冇咁多嘅掣肘咧？我覺得唔會啊，或者唔可以咁講，應該咁講。第一就係佢哋好難放棄相關嘅業務，因為之前都有喺其他平台解釋過啦。螞蟻上唔到市咧，大家有好多説法，但係其中一樣嘢肯定咧，就係個法規係有改變。以往嚟計咧，大家透過 Alipay 咧去 apply 個窿咧，即係做一個借貸啦。其實螞蟻咧係做中間人，去拉攏其他銀行咧去貸款俾你，中間咧收過咧就係叫做中間人費用啦。所以咧所有嘅貸款咧係唔落佢自己嗰個叫做即係財政報告裏邊嘅。咁換句話説咧，喺空手入白印之下咧，自己唔使出錢，發到嗰個債項幾大都得。但係新規例之下咧，佢要自己俾翻30%。咁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佢嗰個窿 book 去到講緊10,000億。咁佢未俾3,000億出嚟，咁邊個俾啊？唔通你叫阿里去供股啊，或者集資咩？咁第二啦，如果自己都要坐貨嘅話，跟住食個息差，咁又同傳統銀行有咩分別呢？如果係冇乜分別嘅話，咁點解呢啲嘅網上銀行要俾咁高股值去抽螞蟻呢？咁成件事真係唔同曬嘅。而第二個角度就係、是我始終覺得啦，今次呢啲嘅互聯網法規咧，唔係針對個別公司，亦都未必係針對個別行業。你由最初嘅小微借貸啦，去到反壟斷法指南啦，跟住去到互聯網醫療等等啦，係成個互聯網嘅板塊咧，係將一啲法規咧係完善化咗佢。咁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唔係你話，你將個業務係減低個規模就完全俾你過骨，都要睇下最後咧嗰、那個所謂嘅互聯網，即係所謂嘅反壟斷法嘅規則出台之後，究竟係有幾緊啦？繼而咧就係佢喺執行方面咧有幾緊，先能夠咧準確判斷咧就係對相關公司咧個確實影響。咁所以暫時嚟計咧，呢個陰霾咧都係未明朗。即係提提大家，佢出台嘅係互聯網，即係唔係互聯網，係反壟斷指南，唔係最後法規嚟嘅。咁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大家唔知佢有幾辣，但係換句話説嘅話咧，仍然都係有啲不明朗因素啦。嗯，係啦，所以咧嗱，阿里巴巴700咧都係有不明朗因素啦。咁望一望個價先，而家咧700咧都好翻少少嘅，升翻4元，但係仍然咧都係即係喺最近嘅橫行嘅平台區個上落啦，冇乜太大嘅即係方向。好啦，嗱，好多人問你只861喎，點解嘅？我唔知點解喎，點解？真係唔知。我咁講啦，你救命喎，好似救命唔係啊，做得咁好都要救命。咦，唔係喎，今日升跌咗3%喎。哦，係咪已經要獲利啦？OK， 好861咧，我哋之前即係俾我講少少歷史啦，因為唔同平台我哋有唔同嘅即係先後次序啦。我哋之前介紹大家買咧，就大概係4.4到啦，咁跟住一路買到上去咧就6.3，6.3坐咗一排嘅，最近就叫大爆啦。琴日做今朝做過7元到嘅。咁我好簡單講啫，點解大家成日問我861咧？因為中間嘅回報好啦，即係由4.4升到7元啦。第二咧就係可能市場上都有講，但係可能之前咧喺6.2啊6.3都叫大家走，我就話大家攬實嘅，咁所以大家就比較深刻啲。好啦，翻嚟啦，我自己坦白講咧，真正嘅升浪咧，我都講明要出年嘅第一季嘅，因為第一季裏邊咧，主要嚟講就我相信啦，我絕對冇一個嘅自己嘅 insider information 啦。我估計第一啦，就係今年嘅業績，即係2020年嘅業績會非常之好。換句話説咧，喺1月中啊，至1月底咧，係有機會咧出盈起嘅，咁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啦。但係咧，如果你話以今年嚟計咧，我都俾咗2個目標價，第一個係6.5，第二個咧係6.88。咁其實都到咗㗎啦，因為去到年底咧都未有，即係喺而家嚟講啦，都唔算有太多新嘅消息。不過管理層好勤力，喺到而家為止咧都做緊好多 roadshow， 咁所以咧我哋見到都仲有啲機構性投資者咧係肯去買入。咁所以我個答案好簡單啦，如果你短線嘅話咧，你喺4.4、5元、6元買嘅話咧，你淨係睇短線啦，其實7元附近啊、6.88啦、或者6.9啦，都可以獲利一部分㗎啦。但你話唔係喎，我真係覺得佢唔止呢個價嘅喎，咁你可以揸多3至6個月嘅話咧，咁我覺得今朝早嘅7元咧，喺未來6個月嚟講咧，
應該就不是最高價的，你總是賺多一點，所以我要交給大家判斷。但是我可以說的就是，之前呢他遇到很多問題的，包括就是大家將神州數碼當作神州控股，以為他會接這個是華為的手機業務，那就搞錯了。第二，之前有些重要股東是無罪沽貨，我在其他平台都說過，就是當個市場好像一個所謂的遊樂場，多小朋友亂咁沽貨的話，個場就亂了，令到他之前跌到落去講緊可能是六蚊到穿。但係根據我哋了解，因為我哋同管理層都接觸得相當緊密，咁呢個無罪沽貨咧，暫時已經完結咗㗎啦。咁所以你話要試翻，除非大市出問題啦，否則試翻5.8啦、5.5呢啲機會咧，我覺得就非常細啦。咁所以初步估計啦，大概可能喺要記得呢只股份咧累積升幅都好大㗎啦，亦都多散户揸住嘅，所以我估計短期嚟講咧，可能大概6.0啊到7蚊附近咧就會上上落落，而個重點會在下年的第一季那個精彩情況。所以如果你說，我不想等那麼久，我想過聖誕，你沽了那都已經賺了50-60%，都應該挺開心的。是啊，都收貨了。還有呢，他其實都是這位朋友是6.3有貨嘛，他說今早見到喂，怎麼7蚊又估不切喎，咁啊點算好？但如果佢有少少耐性咧，等到出年第一季咧先至收割咧，冇錯，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可以長少少嘅。好啦，另外咧，我哋又頭先應承咗大家講啲半新股啊嘛。係啊。嗱，今朝早啲半新股咧，喂，即係藍月亮翻嚟啦，終於到下6993，而家升幅咧就擴大咗少少，咁啊升6% 嘅。咁其實咧，即係之前即係好多人都，我記得你都提醒過我哋，你咧就之前就話對佢上市之後嘅升幅咧嗰、那個估計咧就收窄咗嘅，就話冇升咁多。你嗰時估應該升2-3%係咪啊？應該咁講啦，我而家個表現係相對理想嘅，但係當時咧係針對可能頭上市嘅頭一兩日嘅啫。咁我原本我就覺得咧應該可以有30%以上嘅，甚至乎咧就係、是、即係應該講，我本身估呢個係京東健康係30%啦，藍月亮都係30%嘅，但我見到藍月亮嗰個招股反應咧冇預期咁好，都係40-0萬，同埋機構性投資者咧喺最尾嗰日咧有啲抽飛。咁如果佢哋抽飛嘅話咧，啲貨咧就散嘅啦，咁所以起碼頭幾日嘅話咧，會令到個所謂嘅嗰個表現咧，未必有大家預期咁好。但係講真，咁大隻股份喺第一日或者第二日升20%咧，其實表現都唔係差嘅啦。不過即係大家個胃口大咗，起碼要30%、50%、70%先開心。咁我即係依書直説啦，我唔中意個市升或者市場講升幾多我就即係做一個啦啦隊。咁我當時都係覺得，既然有機構投資者抽飛嘅話咧，頭一兩日你特別頭一日啦，應該就唔會升太多，都是20%嘅啫。咁當然啦，暗盤嚟計咧，有間行就升好多嘅。但如果你睇翻係即係第一日上市咧，都大概係呢啲數字到嘅啫。咁但係呢幾日咧又做翻好啲。咁啊，市場係追呢、這個講緊半新股啦。其實唔單單藍月亮啦，大部分半新股咧包括部分物管股咧都係升噶啦。咁所以只能夠講就係而家由即係13.幾上到10，我見到今朝破過16蚊啦，算係都暫時係同預期差唔多嘅。咁應該投資者都係開心嘅。好啦，嗱講埋只泡泡好嗎？9992。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哇！咦，破頂喎，喂，就嚟100蚊啊，嗰日6.45啊，哎呀，我又沽咗啦。呢只咧係最特別嘅，今朝做過96.45，而我哋當初嘅配置咧就話先係講只藍月亮加只京東健康啦，但係黑馬咧就係只泡泡瑪特嘅，因為我當初都唔熟嘅，但係瞭解過之後咧，喺內地啲人真係好中意佢，同埋最特別咧佢有個系列我都講過，即係講想講佢個哈利波特嘅系列咧個伏地魔咧我係好中意嘅，咁我真係諗住去買嘅，但係我去到樓我揾咗即係唔係揾咗啦，即係問下朋友邊度有得賣泡泡瑪特嘅產品啊，原來我樓下有嘅喎，即係 pop mark 啦。咁去睇，原來嗰啲盲盒啊，飯盒知唔知一盒幾錢啊？70-80蚊係嘛？90蚊啊，係有啲平啲。我心諗，喂，90蚊一盒喎，即係買個玩具係嘛？買個玩具，仲要我唔係一定中到我嘅伏地魔嘅喎。佢可能我買五盒都係妙麗嚟嘅喎。你可以上淘寶㗎而家。我好少用呢啲㗎，唔好識用咯。同埋即係當然有啲人話，咁你買咪得咯。咁又唔係呢個泡泡瑪特嗰個玩法啦。佢就專盲盒啊嘛。你揀咗之後開嗰下，哇 high 啊，咁嗰嘢㗎嘛。呢個係內地我承認佢嘅增長速度係好驚人。
人嘅。咁但係我當初都講，我都講到明，泡泡瑪特我係做短炒嘅啫，因為喺內地做 IP 係難嘅，咁呢個都要承認啦。咁但係市場氣氛好啦，同埋一盒90蚊，即係我心諗佢成本真係唔會太高嘅啫，個毛利率肯定係非常之高。咁所以當然啦，六成幾啊。係啊，所以你話，今個系列哈利波特 OK， 下個系列哈利波波得唔得？我唔知道，但係暫時嚟計咧，都真係嗰個想像空間係可以好大。咁但係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個市升嘅時間，我就不斷吹捧咧，就冇意思嘅。我都係維持翻啦。對於新股嚟講咧，我傾向係短線嘅，賺到咧就走啦。咁因為二手市場咁多嘢買，你起碼都畫到條20天線啊、50天線啊、250天線啦。業績公布過幾次，你對管理層比較了解啲啊，我個信心指數會大啲嘅。一啲新股咧，大部分我都傾向係短線嘅。係啊，講真嗱，我都講咗好多次，我都覺得泡泡瑪特嗰啲玩具咧好醜樣嘅。點解啊？好得意嘅喎。唔係，佢嗰只另外有幾個系列嘅。咁哈利波特我未見過，但係我屋企樓下賣嗰啲咧，我見到哇隻眼好大咯，個頭好大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唔靚啦。但係好多人都話過我唔識嘢。OK， 咁我都覺得你幾得意。喂，咁唔講，冇咁講。咁我絕對都係賣得意嘅。係，咁啊係，你又可愛有實力啊，集於一身。即係肥嘟嘟、肥頭得意呢啲係只能夠用可愛形容嘅啫。係咯，嗱，咁你仲要未仲爭我哋一個聖誕禮物啊？好，你聽啊，你唔好你唔好鬆無鬆形，真係做。唔會。唔記得咗我哋份聖誕禮物。嗱，泡泡瑪特啦，今朝早就破咗頂嘅。另外仲有一隻咧，2148咧都係好犀利。咁嗱，而家升咗6% 咧，亦都係破頂啦。不過其實呢啲都係即係好又貨源歸下邊啦，咁等等呢啲因素啦，都無謂再講落去啦，即係冇理由而家走去追㗎，係咪先？係嘅，但我補充一句啫，因為我自己有個特點就係我好中意見管理層嘅，咁我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同 WeSing 嘅管理層係見過面嘅，佢提出咗一個好好論點，呢樣嘢唔係講緊短期嘅，但係咧你可簡單講就係佢做啲小型家具啦，下下有三個品牌啦，而主要咧喺美國嘅 Amazon 去賣出嘅，咁係一個即係中國嘅女性去創辦，而佢移居咗美國㗎啦，咁就想喺俾即係親戚朋友啊、鄰居啊，有啲係性價比高嘅一個所謂嘅電子用品，所以就創立呢個品牌。而大家要知道咧，佢而家大部分嘅盈利咧都係來自美國。咁如果將來佢成功打入內地嘅話咧，又係另一個歌仔啦，另一支歌仔。但係咧，你要留意佢唔係啲好大嘅品牌，佢行一啲係比較叫性價比高啊。我覺得有啲似小米嘅，係加上咧佢都行智能家居嘅概念啦，所以咧個想像空間係大。但係嗰一步咧，如果出現嘅話咧，對股價會好大支持。但係就唔係而家呢樣嘢啦。咁所以而家就真係即係資金追捧啦。但係未來咧，我覺得可以留意住佢。咁當然我亦都同管理層引證過呢間公司係真係冇一個中文名嘅，所以大家咧要繼續記住係 V 有個 K 音㗎 ，WeSync 係啦，咁要留意呢個 WeSync 呢個嘅V 仔股啦，我叫做。咦，你有冇問佢呢個字，即係呢個名係有冇咩特別意思㗎？有㗎，但係我唔記得咗。總之就係、是、我再抄翻俾大家，因為喺個 con call 嘅時間裏邊咧，我都做緊其他嘢，所以我只能夠接觸一部分嘅資訊。咁佢係有解釋到嘅，咁但我真係唔記得咗。呢個名字都幾特別啊，係同埋咧話你而家睇個牌，好似搶貨咁啊，即係買入嗰邊咧，完全係即係狂掃啊嚇，即係亦都係啲人唔肯沽啊。好明顯係喎。係啊，可真係好誇張。好啦，嗱呢個就係半新股啦，我哋就講咗幾隻㗎啦嚇。咁啊 ，WeSync 唔好咁樣。WeSync 係啦 ，I'm fine 咁樣。好啦，Go to school by bus 好。好，移動股，我哋睇埋呢只50汽車，哇，真係知唔知升幾多？又嚟啊！一成又嚟，係啦。咁你嗰啲1211啊、175啊、2333都行埋一邊啦，因為咧冇人勁得過佢。佢由幾個月之前幾毫子，而家都就嚟見2蚊㗎啦。咁真係仲追唔追呢？大家知道我性格啦，一定唔追㗎。唔追咯，當然佢有佢賣點嘅，即係佢嘅汽車咧，係喺四五線城市咧係好賣得嘅。咁亦都有一個即係所謂一啲嘅係叫炒作概念啦。咁你其實見到其實唔單止係呢啲嘅即係應該咁講，新能源汽車或者相關咧，我係中意嘅。但係呢只股價第一累積升幅好大啦，第二咧我唔算係跟得好貼。當然啦，之前嚟計都有2次、3次嘅炒作。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就係你對新能源汽車係好有概念，咁
你又覺得其他都係持有啦，咁你想試翻啲相對細只啲嘅相關股份嘅話咧，咁五菱汽車只能夠適合做一個炒作咯。咁你做一個投資嘅話咧，嗰、那個能見度坦白講就一定細過比亞迪啊，或者相關嘅一啲嘅係板塊啦。咁所以五菱汽車我就比較少推介。升到上嚟咁多咧，都係50多億市值，話細唔細，話大唔大，但係咧嗰個波幅或者風險咧，咁樣升上嚟嘅話咧，一定即係唔好怪我苦口婆心，都係要小心啲啦。嗯，好啦，我已經見到咧有900多人喺度睇緊啦，但係 like 咧得嗰66個，係真定假？係咪覺得咁少係嘛？你900多人，有一成嘅人 like 都唔止呢個數啦，快啲俾個 like 我嚇！大家 like 下啦，你 like 咗未㗎？我 like 咗，我 like 咗應該。你窒喎？我做緊節目啊，我一心四用㗎啦已經。好嗱，仲有一隻移動股，好只270。嗱咁咧，今日咧就急升咧，就跳口跳即係跳 gap 啦，裂口高開嘅，升8%，同埋成交咧都係多咗嘅嚇。而家今日咧即係一個鐘頭到啫嘛，係咪啊？係個成交已經多過琴日全日啦。嗯。咁同埋咧已經係挑戰緊上一個月嘅高位嘅，咁啊就亦都係咧成上一個月咧已經係升穿咗最近半年嗰下降通道。係。咁會唔會有機會去食直情係有機會形成翻個上升通道咧？睇圖表就似啦，因為當然啦，你睇圖表嘅話，之前嚟計咧就真係今日咧就突破咗兩樣嘢嘅。之前嚟計咧，我自己就咁睇啦，大概咧喺呢個13.1度啦，係有一個阻力嘅水平啦。第二啦，好似飯口所講啦，有個少少嘅下降通道。今日嘅大陽燭嘅話咧，兩樣咧都係突破咗，咁所以走勢上咧絕對利好。咁如果你話基本因素上嘅話咧，咁你供水都簽訂咗新嘅合約，都係個價格就唔會改變㗎啦。咁所以咧調翻轉嚟講就係佢一個好穩定嘅資金流或者現金流，咁啊生意咧就唔憂做㗎啦。咁啊唯獨是啦，我要睇啲乜嘢咧？我要睇下。今日個收市咧，其實收個價位咧會收邊個位？究竟咧係貼近翻今日高位13.762啊，定係縮得比較多啲？咁呢樣嘢咧就可以判斷後市。如果你話真係貼近翻今日高位13.7去收嘅話咧，似乎高位都有承接嘅話咧，就明確地咧係即係叫做破咗位㗎啦。就算中間有個後抽嘅話咧，試翻大概13.1、13.2嘅話咧，應該都能夠再挑戰高位。咁我諗一睇嘅話咧，其實唔使睇好高㗎啦，因為11月17日咧個高位咧就係14蚊左右到啦。咁啊14蚊至14。我想如果今天收市企得穩相關水平，即係企得穩重要水平的話咧，挑戰14.1的機會就相當之高。當然啦，唔係講緊聽日或者後日，但係暫時嚟計咧，我諗呢個位都大機會挑戰嘅。係啊，咁佢咧原來係公布咗啊，廣東省政府為咗舒緩香港因為疫情帶來嘅財政負擔，作出特別安排。出年實際的水價會凍結在今年的水平，是48億幾，係咁樣即係win-win啦嚇，大家都開心啦，我哋有水，咁啊佢亦都有水，係啦，咁所以就個股價咧就係升好多啦。好啦，嗱另外咧仲有一隻半身股咧，我即係隨便噏嘅啫，就係只2131啊，因為呢只咧就即係之前幾日上市，上個禮拜上市，今日咧就升咗9% 嘅，不過佢未走出咧佢上市以嚟個橫行嘅區間，咁啊就唔特別問呢只啦。好頭先咧提過啲汽車股啦，另外今日仲有一隻移動股咧860，歷世幾起啦，升7% 嘅。我問過你咧，依只佢都係做電動車噶嘛？冇錯冇錯。係啦，咁啊，你一排咧個股價都係抽升啦。其實即係可能係咪即係追完即係1211啊，就1750啊等等嘢，就追翻啲細只啲嘅咧？此其一啦。第二咧就應該講呢只主要係做電動車，但係咧佢係買咗啲歐洲嘅公司翻嚟嘅。而佢最大賣點係乜嘢咧？最大賣點其實係佢嘅所謂嘅股東嘅升級團隊啊。第一係少數阿成哥自己家揸住啦，再加上就係另一批貨咧就係即係澳門何氏家族所揸住嘅。咁所以大家就好大嘅聯想。而最近嚟講咧，佢做過一個即係cocktail 嘅，咁啊亦都 show 咗佢架車啦。咁大家感覺就係呢部車冇理由唔買得過喺內地。咁所以就變咗有啲炒作，但我唔係好夠膽推介佢點解咧？當初我見過佢嘅 CEO 啦，咁我曾經推介過嘅，當時咧應該就喺0.5左右啦，咁我就睇好佢，咁睇到0.6嘅，咁之後咧其實一路咧就碌到0.4嘅，我都捱咗好耐，去到應該我冇記錯咧，就係前排嚟計咧，應該係今年嘅9月份啦，就曾經喺9月18日咧炒過上去最高咧。
就係講緊 0.72， 但係當日嚟計咧就收翻咧 0.55 嘅。咁所以我嘅當時嘅推介咧係叫成功，大家走得到賺到錢，但係個波幅咧就令到我有得震冇得瞓。咁所以跟住佢炒完嗰日之後咧，橫行咗接近成兩個月啦，去到最近咧又有啲異動。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就係、是、你真係要好有信心，亦都係好進取，身手好好嘅話咧，先至好掂頭先所講嘅五菱啊、力世紀啊呢啲嘅股份，因為嗰個股價波動性以單日去計咧，5%啊、10%咧都係大咁，但係相對上嚟講咧，力世紀係有啲憧憬嘅，架車靚嘅，咁亦都有升級嘅股東層啦，同埋最近都多咗投資者咧係叫做吹捧又好啦，或者討論都好，咁所以多咗聲音嘅，但係對我嚟講咧就係、是、比較偏高風險嘅投資選擇啦。好啦，其實車股咧仲有即係零件相關股就係敏實嘅，其實好似好多人都好中意嘅喎。係，你有冇意見嘅呢只？好簡單啫，基本上嚟講咧，我就叫做睇好嘅，因為成個應該咁講啦，抽離少少講嘅話咧，就係我哋見到喺十四五規劃或者啱啱開完嘅兩個會啦，第一個會咧就係政治局會議啦，啱啱上個禮拜五開完咧就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咁提一提大家咧，呢兩個會咧係打孖開嘅，因為喺內地嘅政制裏邊咧就先行黨後行國，咁所以咧就先開政治局會議，釐定咗個方針，跟住咧就具體上咧就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咧，就就住2021年嘅政策或者經濟咧，去作出一啲評論。咁你見到其實喺八個目標裏面啦，第一包括反壟斷啦，第二防住不炒啦，第三其中一個咧就是刺激內需。而刺激內需之餘咧，又唔吹谷房地產嘅話咧，汽車一定係重中之重噶啦。咁所以成個汽車板塊咧，當然我哋板塊裏面有好多選擇啦。第一有汽車製造啦，包括可能係吉利啊、華晨啦，跟住我哋有 4S 店啦，舉個例啊，中升啦、永達啦，甚至乎係零部件啦、敏實啊等等呢啲啦，咁所以成個汽車板塊咧仲未分開新能源汽車同傳統汽車，所以選擇相當之多嘅。我大部分嚟講咧都覺得我 OK， 因為好簡單啫，水漲船高。你個汽車銷售係好嘅，製造商會受惠啦，零部件會受惠啦 ，4S 店都會受惠啦。只不過就係行先行後，升多升少。咁所以我自己睇嘅話咧，敏實係可以留意嘅。咁特別你見到汽車製造股嚟講啦，其實吉利、長城咧升到冇譜㗎啦，連最落後嗰只嚟華晨計啦，華晨始終有華晨集團嘅問題。如果你看埋只港氣的話咧，其實今日落翻嚟，得只港氣係落後啲，挨近$8多啲，咁其他都升曬嘅話咧，你要博汽車股做個中線投資咧，敏實啊呢啲咧可以考慮嘅。係好啊，今日咧敏實不過都係回翻少少下，跌翻3%嘅。好啦，頭先咧就俾我閘住咗啦，你本來想講物管股㗎嘛，係咪？物管嘅半身股。咁啊，琴日咧其實除咗只華潤萬象啦嚇，融創創新高之外咧，其實恒大物業啊、合景油活啊、碧服啊、雅生活啊、時代倫理啦都狂升嘅，但今日咧都冇曬影㗎啦。咁係即係喺一個弱勢之中，佢一個小嘅反彈，定係佢可能慢慢密集多啲反彈，會形成翻個上升趨勢咧？琴日嘅走勢我有啲意外嘅，因為不嬲都弱勢嘅啦。咁我會同意好多嘅物管股咧，佢個股仔咧冇變嘅，即係包括母公司交俾佢嘅管理嘅面積每年增加啦。第二就係第三方拼購啦，因為喺內地嘅物管市場咧係非常分散嘅，咁呢啲股仔咧完全冇變嘅，而經過大幅度嘅回吐之後咧，好多股價咧其實都跌咗，可能係講緊三分一啦，或者有啲跌咗一半啦，個股值咧去翻比較合理嘅水平。咁我哋嘅評論係咩咧？我哋評論就係如果一啲最大型嘅物管股咧，我哋覺得30倍市盈率度咧係可以接受嘅，但係調翻轉，如果啲2、3、4物管股咧，我哋覺得最多即係20多倍就差唔多。咁所以回想翻當初啦。之前的炒作咧，的而且確係有啲即係過分咗嘅，咁但係點都好啦，而家擠走咗泡沫嘅話咧，去翻一個所謂嘅合理值，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基本因素唔差嘅，但係只欠東風啦，幾時資金再買翻佢咧？咁資金有咁多嘅選擇，琴日就明顯地係有啲炒作啦，但係炒完一日之後咧，又好似散散地啦，又唔係好似跟得好足，咁所以我會覺得2021年啦，可能呢個物管股咧可以留意翻，但係呢刻嚟講咧，我覺得就傾向就係再睇一睇先，即係冇理由等我行先噶嘛。你見到如果個資金真係大規模流入翻相關板塊，唔係一隻喐，係隻隻都喐嘅時候咧，我到時先去揀翻一啲比較落後、估值平。2021年盈利增長好嘅股份咧，我絕對有能力後發先至，咁啊無謂做白老鼠咧，自己跳入去先就擲住咗我哋資金，所以暫時嚟講我要觀望一下先啊。好啦，另外 Fiona 就問就係咧，藥股2269嘅，佢就87.4就有貨。
187.4，咦，哇，佢都賺好多錢食飯噶咯喎，嚇！藥明生物可唔可以上網睇100蚊？好，咁而家其實都做緊90，我睇下今日最高價先嚇。今日都做過94蚊嘅。係咪唔得咧？即我會覺得未必短期做到，因為今日升咗3.4% 啦。要明白咧，藥明生物咧唔係一個即我自己覺得啦，最快增長嘅時間咧可能已經過咗去㗎啦。咁某個程度上嘅話咧，佢嘅收入相對上一啲可能傳統我哋所講 B 仔股啊，或者仲係未有盈利嘅一啲嘅生物製藥股啊，佢嗰個穩定性係高啲嘅。咁當然啦，size都唔同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咧，某個程度上，佢喺10月17日咧係破咗少少位嘅。咁如果你話睇翻大概84蚊破咗位嘅話咧，睇翻大概10%至12% 嘅話咧，90多蚊我覺得 OK， 但係即係唔好話 OK， 即係應該係可以達到嘅，因為大家有追貨意欲。但係短期裏邊係咪即刻上100蚊咧？我有啲嘅保留。不過提一提大家咧，其實唔單止藥明生物㗎啦，大部分嘅醫藥股啦。生物製藥股都是有個少少嘅回升出現咗，咁呢個我之前都講咗，因為啲股份點解跌呢？第一驚大量採購，第二係驚醫保嘅談判，但係醫保嘅談判咧喺12月16日已經完結咗啦。當然官方未有具體消息，但係睇翻大部分嘅言論嘅話咧，係話一啲藥品降價嘅幅度咧，特別包括 PD1 嘅藥品咧，係冇預期咁多嘅，因為呢個醫保談判可以好大鑊嘅。2019年順達生物嘅 PD1 藥品入咗醫保，咁當然啦，銷量大升啦，但係個藥價咧係劈咗67% 嘅，咁所以大家都好驚，如果喺醫保或者大量採購之下，嗰個藥價係大幅度下跌嘅話咧，通常對股價咧係爭啲，但係呢兩個因素而家完咗啦嘛，咁所以係好定係差咧，都反映得7788。你見到由10月15日前後一兩日到啦，大部分嘅生物科技公司同藥品公司咧都升緊㗎啦，咁所以我自己睇就係最麻煩、最差的情況咧就過咗去啦，而家可以睇翻多少少咧呢類型。嘅藥品股嘅，咁但係重複一次，大家問下藥明生物嘅話咧，我覺得抽多2-3蚊係可以嘅，但係100蚊咧短期咧未必一步就到到啦。啊，我幫你諗到聖誕禮物啦，嘉宏物流得唔得？2130。點解你會得？因為上次你同我做節目嘅時候，你提過，定係你哋個行咧啱啱做咗個outlook啊嘛？啊係。有冇咩好嘢？好，我先講嘉宏物流先啦。咁呢只要小心翻啲嗰個所謂嘅市值係細嘅，10億到嘅啫。就同我平時推介開啲嘅大價股咧有啲唔同嘅。但係佢做啲咩咧？好明顯就係做物流啦。佢係做中高端物流，咁又主要有兩個嘅客仔啦。第一係連卡佛，所有連卡佛嘅一啲嘅貨品入去中國咧，都係通過佢。佢報關喺內地保10多年咧，相當之熟噶啦。第二咧就係 Gucci， 所以佢係做一啲中高端品牌。另外就做一啲紅酒嘅運輸啦。咁你知道紅酒平嘅1800，貴嘅10000多，你唔係咁容易即係唔可以打爛噶嘛。所以相對上嚟講咧，佢有優勢嘅。今年嚟計咧，那個業績肯定係好噶啦。所以我唔係討論緊未來一日或者一個禮拜喺1月份嘅時間或者2月份嘅時間咧，會唔會有盈起嘅憧憬咧？此其一。第二，如果即係我推斷啦，如果管理層咁努力嘅話，除咗 Gucci 同埋連卡佛之外，有冇機會簽到第三個大客仔咧？如果簽到嘅話咧，那個即係粗俗啲講，條數就唔同嘅咯。所以我覺得係有啲憧憬嘅。咁但係咧，亦都提提大家就係世間上所有消息咧都好公開嘅。呢只呢間公司咧，10月中嘅時間咧係2.6日上嘅，大家唔係好識。又細只，但係密密地有人儲緊貨嘅。而家其實你話最近跌咗喎，3.7，其實比2.6咧都升咗50% 嘅。一隻大家未必即我唔講，大家未必識嘅股份，其實係由上市到而家未穿過招股價，升咗50%，仲要喺3.7唔肯跌。咁你覺得邊啲人揸緊貨咧？咁係有啲人係真係睇好佢未來發展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唯獨是係咩咧？佢唔肯跌啊！我都講過，你好進取，你一定要買嘅就3.7以下啦，我自己嘅我就會3.5先買嘅，咁希望揸未來3個月咧有盈起啦、業績啦、或者係啲新嘅生意啦，帶動到佢另一波嘅升浪，咁但係暫時嚟計咧，佢唔肯跌，而佢唔肯跌，我又唔中意買貴貨咧，就我同佢喺個糾纏之中啊，又好難搞啊，咁呢個嘉宏物流啦，另外啦，范康問咗啦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係嘅，我哋公司就做咗2021年嘅即係市場展望啦，我哋就推介咗6隻股份咁啊，講唔講得㗎？講得。咁但要我哋有個難處係咩咧？雖然我哋呢個咧10月15日公布，咁大家都知就係、是。
我哋唔會今日公布，琴日先做噶嘛。所以我哋好多時啲選股咧，其實係11月中嘅時間咧開始準備嘅。咁、發生會咩事呢就係、喺過去呢個月裏邊升到爆重。咁我直接講先啦。我哋光大收容機啦，2021年六隻股份咧，第一隻我一次我講曬出嚟啦。第一隻係深圳高速548，第二係越秀交通基建1052，第三係金豐利業1772，第四係信義光能。11月中嘅時間係13.2嘅啫，琴日做緊17.幾，咁即係點買咧？你話呢個係我壓力啦。第五隻係滔博6110，第六怡海國際1579，咁所以呢六隻咧唔係咁，第一要留心，好多咧喺呢個月都升咗好多。第二啦，呢個唔係短炒一日兩日，係我哋覺得呢三個公路股、新能源股同消費股咧，係成個2021年，特別係上半年嚟計咧，有好大嘅想像同炒作空間。咁所以佢一跌。基本因素冇變，回落嚟嘅時間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噶。哇！你一次過俾咗6個聖誕禮物我哋就逐嚿拆。好啊好啊，逐嚿拆咯。點解公路股會係即係6個裏邊佔咗2個咧？我有啲意外喎。通常我哋覺得公路股係比較即係唔係好進取嘅選擇。係啊係係，嚟我哋頭先提過啦，有3個焦點啦，公路股啦、新能源啦同消費股。如果你排嘅話咧，咁我哋要俾翻唔同嘅投資者唔同選擇噶嘛。你進取嘅一定係新能源啦，中間嘅梗係內需消費股好大路啦。但有些投資者想比較保守一點嘛，那我們就選了即公路股，特別我們說1052呢，它其實真的怎麼說呢，即叫做冤鬼纏身，衰到貼地，因為它大部分的公路呢或者叫超過一半的公路在哪裡呢，湖北和武漢。哇而上年隔了一年，我不怕說上年的12月呢，其實我這個比啊什麼就是在這個武漢了，就是當時我們參觀緊他的公路，所以我們對他是很熟悉的。咁當佢好簡單啫，你做公路就是過橋濕腳就收錢嘅啫。咁你個公路比較多喺湖北和武漢，就是呢個所謂的災情嘅重災區。咁你上半年你唔使諗住收錢啦，都冇車行啦，所以對佢業績肯定是出事的。但係調翻轉咁講啦，如果你覺得個疫情可以過去，咁一個係叫做低風險嘅 recovery play 復甦概念嘅話咧，咁佢就叫做其中之一嘅咯喎。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內地疫情過去之後，復工復產，所有嘢翻到正常情況之下，你又想揾啲大落後而係比較平穩增長，業績大步復活又派翻息俾你嘅股份嘅話咧，公路股咧呢、這個角度可以諗一諗。我哋以前揀開咧就浙江滬航用嘅，不過我哋覺得可能個潛力嚟計咧，第一浙江滬航用多咗啲拼購啦，喺個報表方面咧，即係拼表方面咧有啲唔明朗。第二就係越秀交通真係衰到貼地㗎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個潛力相對好啲，咁所以我哋就揀咗548同埋1052啦。咁當然啦，見唔見到我流口水啊？點解？哇！佢嗰啲息率都係7-8厘，深高速咧就7-8啦，另外就1052咧，嗰個息率咧係8-幾啦。其實呢啲都但係就咁，有冇機會唔派個末期息咧？應該咁講，一定會有嘅，因為今年嚟計個業績咧係會受到影響嘅。咁當然啦，你話嗰、那個某個程度上嚟講咧，佢我冇記錯啊，即係可能呢個再check 佢應該一年派2次息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咧，上半年最差嘅情況咧，已經喺中期息裏邊咧係呢個叫反映咗啦。咁所以嚟緊嘅話咧，應該可以係一個快翻一個比較穩定息。但係唔單止呢類公司㗎啦，你純粹睇大利是機咧，你睇到過去幾多息咧個參考價值唔係咁大嘅，即包括匯控，市場都講緊，就算2月份公布翻今年嘅第四季度息，你覺得派到0.21咧？市場估緊都係0.1至0.15嘅美金啫嘛，咁所以嗰個息率咧就未必咁有參考價值。但如果你睇2021年嘅話咧，back to normal 嘅話咧，個息又會高翻啲，咁所以係其中一個。收息又好，而個資本增值你講真的，你去到呢刻仲有啲乜嘢係好平咧？好平得嚟，佢基本因素又唔係差咧，又或者起碼我哋見到一個叫做改善嘅空間咧，咁咪就係講緊公路股咯。咁所以我哋係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唔想個個講緊嗰啲嘢咧，我又講翻嗰啲嘢，咁其實冇乜特別。咁我哋嘗試咧係俾個市場咧行先一步，咁可能我哋係行先咗幾步嘅。你買咗公路股之後，佢都唔升，咁冇辦法啦，即係我哋只能夠係根據基本因素再揾下。
短期有冇啲催化劑去盡量咧係令到個股價表現咧係叫做優於預期或者符合預期啦，咁去做。咁所以就揀咗飯盒估唔到嘅兩隻公路股啦。好啊，我見你好似好進取噶嘛，你啲後生仔。好啦，嗱，揀咗兩隻公路股嚇，好高息嘅公路股俾我哋嘅即係選擇啦。好啦，嗱，即係1772同埋968咧，我都估到你大概咧嗰個即係思路係即係點解揀呢兩隻咧，睇好新能源嘅股份啦。冇錯。好啦，嗱，消費股咁啊，6110嚇就滔博同埋1579，不如先講個滔博先，因為有位朋友咧啱啱就問咧只滔博嘅，咁咧嗱你又話唔中意啲高嘅股份、貴嘅股份啊嘛，喂呢只其實咧都唔平㗎噃。係嗱，要考慮一個因素就係、是其實滔博又唔算好貴嘅、第二咧就係啱啱 Nike 公布業績咧，其實喺大中華銷售咧係相當之好嘅。琴晚 Nike 破頂啊！係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咧，因為其實滔博都係做 Nike Adidas 嘅啫。咁我唔爭論一日兩日嘅股價表現啦，因為要記住，我重新講一次，呢啲選股咧係講緊2021年或者最少咧係講2021年嘅上半年。咁所以唔係話我派一個聖誕股俾你，又或者派一個黃金週嘅效應，就係炒未來20日，唔係呢個故仔嘅。咁所以一兩日變動咧，其實我哋唔係咁在意，最緊要係一個3至6個月嘅嗰個增長嘅空間同潛力。咁我哋見到滔博本身符合國策啦、運動啦，第二就係一啲嘅包括 Adidas 啊、Nike 嘅銷售咧，似乎都幾好。我哋見到內地嗰個消費需求真係唔錯，咁所以我哋覺得嘅話咧，都有個上升嘅潛力係存在啦，咁所以就揀咗滔博嘅。嗯，咁啊1579咧就真係回咗好多咯喎，呢只都係你出年嘅目標之一喎。係啊，1579我哋中意，因為點解咧？其實最近咧，包括就係9毛9啦，同埋呢個沙布沙布啦，即係520啦，都做得相當之好嘅。唯獨是比較落後咧，就係海底撈啦，同埋呢個怡海。咁我哋覺得我哋會揀怡海為主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怡海除咗以前咧係靠呢個係海底撈之外咧，佢而家第三方嘅業務咧佔比都係多咗好多。咁亦都喺個相對上股價落後啦。而個估值相對上比較吸引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怡海喺嗰個想像空間咧會比較吸引啲。當然你話純粹睇估值嘅話咧，咁一定係舉個例，可能係百勝中國會抵啲，但係唔係同一類嘢咯，就好難直接比較。咁所以如果你用翻同類去比較嘅話咧，我哋覺得怡海國際可以留意。但係好坦白講，我哋團隊傾嘅時間咧，消費股係最大嘅爭論嘅，因為太多嘢揀。係體育用品股又好，我自己又中意啤酒嘅，咁你話一啲係飲食嘅。有些同事會喜歡，甚至乎你真的看2021的話，其實酒店啊、旅遊呢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但我覺得我們每半年做一次嘛，如果你酒店旅遊那些就多看一陣，可能是2021年的下半年咯，所以我們就暫時放一些是講緊吃東西同埋就係買體育用品為主先。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咧，我中意啤酒，不過啤酒又升得誇張嘅。啤酒好多隻喎，你中意邊隻啊？我主要睇華潤啤酒同埋百威嘅啫。咁華潤係強嘅，咁主要嚟講就係佢即係叫做收購咗呢個喜力之後咧，其實係本身雪花品牌，即係呢個叫中低端啦，同埋中高端嘅部分咧，都係有一個幾好嘅部署。咁甚至乎啲叫做四大嘅內地品牌啦，同埋四大嘅外國品牌，咁所以成個產品線咧係好豐富噶啦。咁佢同埋之前嚟計咧，喜力咧係比較濃嘅話咧，喺內地唔係咁受歡迎。咁所以佢出咗一個咧exactly 個名我唔係好記得，即係你當係喜力 light 啦，就係比較淡口味啲嘅，就啱啲後生仔咧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唱卡拉 OK 咧，可以飲多幾罐嘅。所以銷售犀利嘅，同埋喜力嘅價格咧係貴過普通啤酒好多嘅。咁所以個無要提醒大家一句咧，我哋做內地啤酒市場嘅研究咧，發現一個特別，內地啤酒嘅銷售咧呢幾年咧係下跌咗嘅。可以好多解釋啦，可能大家中意除咗繼續係飲呢個茅台之外啦，可能多咗飲呢個紅葡萄酒啊、白葡萄酒啦。咁啤酒嘅銷售咧係少咗，但係當中一啲中高端品牌嘅佔比咧係升得好快嘅。咁所以內地嘅啤酒市場咧唔係打呢個所謂嘅係量，係打個質同埋價格戰，即等於以前點解李寧同埋安踏升咁多啫？就係可能以前100蚊賣對鞋，而家賣到150蚊，都係賣咁多對鞋，但係個毛利都升咗好多啊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質同埋嗰個價格嘅故事，咁大家都要搞清楚。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喺個戰線方面咧，華潤係部署得幾好，因為有喜力。哦，原來即係因為喜力嘅關係就中意就華潤嘅。咁有位朋友話：我哋做乜今日講咁多細價股？喂，華潤唔細價，十幾蚊嚟，就2000多億市值嘅喎。好多都唔細個。係啊，嗱咁你走啊，中意華潤啦。其實咧就講到今日破頂嘅消費品股咧，隻斯摩爾破頂啦，同埋枕住咧都好多北水。琴日咧係港股呢一邊咧最多北水
淨流入的斯摩爾啦。除了斯摩爾咁嘅破頂咧，仲有喂今日2020又破頂啦。除了佢2331都是破頂嘅，哇！真係好多嘢揀咯，嗬。而家就等緊6110翻嚟。係啦，所以其實你見到當然咧，以前安踏我哋都有提倡過嘅，咁啊頭先都講咗幾句啦。你100蚊對鞋變150蚊對鞋咧，其實成個股仔唔同咗嘅。咁啊的而且確特別係李寧啦，點解即係大家知道安踏就不嬲係體育用品嘅龍頭啦，但係李寧近呢一兩年咧升得快，因為佢好叻。佢就參加咗好多外國嘅一啲嘅一啲嘅show 啊，咁令到佢一個品牌咧，佢有啲似波司登嘅。波司登咧就係揾好多知名嘅設計師同合作啦，令到一件波司登嘅羽絨咧係極度貴嘅。波司登幾多號啊？唔記得。死啦！我唔記得咗添，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唔記得 number 啊嘛，所以我講翻李寧。好，你講李寧。李寧咧就係即係同樣地嘅古仔咧，就我哋叫星咧。你一諗星咧嘅古仔就啦，你喺外國嘅一啲嘅叫做 model 嘅 show 裏面出現過。甚至乎啲設計咧真係 OK， 因為又話説咧，以前喺疫情之前咧，我一個月都飛兩三次內地去睇公司嘅。咁有一次我哋去一個地方，我見到對波鞋咁靚嘅，咦，原來真係李寧喎。我冇著過李寧嘅，好唔好著我唔知，但係個當然啦，觀感嘅嘢就有個個有唔同嘅睇法啦。但我真係覺得係比以往嚟計咧係有改善咁，所以李寧嘅我哋叫做rebranding 啦，係有個想像空間咁，所以近呢兩年咧升得快嘅。咁斯摩爾就冇得揀啦，即係你以電子煙嚟計嘅話咧，個霧化技術咧即係獨步天下咁，所以亦都唔係好受呢個所謂嘅疫情所影響。唯獨是大家提一提大家，佢上市之後公布第一次業績咧，好多投資者俾人呃咗貨。因為咧，呢類型嘅公司咧，如果上市之前咧做咗一啲可換股嘅優先股咧，佢上市之後咧，其實咧係會變曬做普通股，繼而咧係要入帳。咁你諗下，當初間公司值100蚊，佢可能個優先股佔1/10。而家間公司值1000蚊嘅話咧，個優先股咧其實變咗100蚊嘅咯，咁所以佢入咧就要入係-90蚊，所以呢個減數咧喺大部分呢類型公司咧上市初段都會有影響。如果大家睇嗰、那個即係可能睇一啲報章雜誌，就係睇標題話佢可能個盈利倒退90%，但係呢90%完完全全係因為嗰、那個叫做財務一個個入帳方法嘅話咧，就蒙蔽咗真正嘅盈利增長。京東健康咁咯。係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好小心睇呢樣嘢，就係個可換股優先股轉翻。做股票的時間咧，嗰、那個入帳嘅問題，因為佢喺即係做會計角度嚟講咧，佢當一個債務噶嘛，債務增加咗咧，你就要入帳嘅。咁呢樣嘢唔影響現金流噶嘛，所以千祈唔好俾呃咗啲貨。咁但係斯摩爾55蚊又真係難搞啲嘅。我之前嚟計我都話即係我又要承認，即係40多蚊，我覺得差唔多。即係我覺得40多蚊嘅斯摩爾啊，或者講緊係農夫山泉，都真係差唔多。你從個股價升幅，你同埋睇埋嗰個叫做估值嘅話咧，我都唔係好夠膽追。咁但係就係市場上太多人係比我更加進取，特別係北水。咁佢肯買都冇辦法㗎。但係我個策略好簡單嘅啫，你越瘋狂，我就反而沽翻啲貨俾你。因為人咧總好，即係好似巴菲特所講啦，即係 Mr. Market 市場先生，佢開心嘅時間咧可以極高價同你買貨，但係佢一唔開心咧，哀莫大於心死咧，就會賤價沽啲貨俾你。咁所以我立場嚟講，我唔係睇一日，唔係睇一個禮拜嘅話咧，我就會先拿捏嗰只股份嘅實際價值係幾多。當市場先生喺低位沽俾我嘅時間咧，我就去買。但係我買嘅時間咧，可能仲跌嘅喎。但係當佢即係發癲嘅時間咧，我又沽翻俾佢。咁所以對我嚟講嘅話咧，啲嘢升咗啊貴嘅時候咧，我反而會係一個即係諗住鎖定利潤啊沽貨嘅一個嘅策略同部署啦。唉，呢一啲即係操作咧，講就容易啊，做真係好難，真係好有難㗎。呢個要睇個人嘅性格。我係變態，唔即係我係特別㗎。我你講啊？我係特別㗎，我唔係好受個股價影響，即係跌到傻。當然我有啲擔心。但係我又相對冷靜嘅，升得好多。譬如之前個市升到27000，我又會潑下冷水話：喂，小心啲啊！其實都有啲隱憂嘅喎。咁所以我就係咁嘅人咯，即係我唔係好受市場影響，即係有時好孤獨嘅咁樣呢條路喎。咁我不嬲都孤獨㗎。好啦，今日啊非常之精彩啊！有位朋友話李寧啲鞋好醜啊，你可能要翻大陸睇一睇而家最新款先得。國花入國眼，國花入國眼啦。係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啊，就好派咗好多隻嘅即係聖誕禮物俾我哋嘅嚇，所以多謝阿温傑啦嚇。咁啊好多問題我都知道答唔曬，真係抱歉啦。咁所以咧就下一次我哋再揾阿温傑上嚟同我哋答問題，好冇？好啊。咁啊就聽日嘅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拜拜。